我的家里呢都欠我这么大的田了，要少下田。那我呢，因为农事季节他们快成熟了，所以我更应该到田里去看一看。这样呢，我心里比较踏实一点。这一片田是我们找到的七四叶。 我今天来看呢，主要先看一看今年这一组七四的所有的品种的表现如何。这个1133这个是比较整齐一点，但是整个性状啊，它叶子看起来也比较薄，颜色比较淡一点，看起来不是太好。208这个品种。 它的穗子啊，它就不是那么密密麻麻的穗子，这个品种目前来看还不是让人很满意的。所以如果是我个人的评价的话，这个今年呢，这些呢还不是很理想的。这些呢是小材料。 我现在在田里看七四品种的播种情况啊。哎，今天是比较热一点。野香油683啊，这个描述最少了，发芽率最低的，七七。好好好。糟糕了，其他生长试验种子会不会啊？ 80岁的人了，我对呀、啊，这个一种啊，哎，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从小立下了志愿，就是怎么样能让大家都有一碗饭吃。现在我们大家都能吃饱饭了，所以我感到很高兴。我永远不会离开田间，只要我走得动，我都喜欢到田间来。 我很想看看我们的一种的成果。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来的各位，一般吃饭主食吃大米饭的有多少？举手我看一下，全是吃大米饭的。所以他们说，这个稻米啊，真的在中国无论南北，已经是一个绝对的主食的选择。对于中国人来讲， 一碗香甜可口的大米饭，绝对就是你回家最盼望的事情。今天的年轻人谁还会担心明天三餐到哪儿吃去，能吃上什么，会不会饿肚子？但是对于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来讲，从饿着肚子到端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饭碗，他们的印象极为深刻。今天我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 他这一生当中打交道最多的当然是稻米，可是他从小真的是饿着肚子长大的，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志向，一定要让中国人端稳自己的饭碗。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植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有请谢院士。 谢院士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谢谢各位，请坐。哎呦，谢院士，您是1941年生人，哦，今年刚好80。对。但是完全看不出来。不会。刚才您从那个这个后台精神抖擞的走过来，我才知道有一个传说是真的，说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学生跟着您下田地都走不过您，说您腿脚可利落了。那是人家在鼓励我。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在田间走的比较多，锻炼的比较多，有一点基本功。在中国，刚才我一问，那个场面很壮观，我们再现一下，好吧？主食以米饭为主的，请举手。您看到这个是不是特开心？基本上都以米饭为主，但是应该吃的米不一样。您给大家普及一下，今天在中国，一般大米大概是怎么分类？好，我们中国的水稻的产区呢，从海南岛到东北，到内蒙古，这个遍布的大江南北，南方是仙稻为主，北方是梗稻为主。因为仙稻跟梗稻比啊，梗稻更耐寒，所以南方啊是仙稻，华北、东北主要是梗稻品种。哎，对，你看这个图片里面比较圆短的，就是北方的梗米，南方呢更多就是比较细长的鲜米。一眼就能看出来，东北大米是哪种？这边，对吧？这边一看就是南方的，细细长长的鲜米。而且南方也分这个早稻、中稻和晚稻。对。那因为南方气候比较温和，温度比较高，所以有早中晚稻。一般来说，根据水稻的播种季节、插秧季节和收获季节来判断。一般三月中旬前后播种，四月的中旬下旬插秧，七月上旬中旬收获的收获就叫早稻。那中稻呢，四月中下旬播种，八月下旬九月左右收获的，这个叫中稻。晚稻呢，一般是六月中旬左右播种，十月中下旬开始收获的，就叫做晚稻。如果同一个品种，那做晚稻收起来的谷子，它的米质是比较好吃的，因为晚稻它的成熟温度是由高到低，那因为它灌浆成熟时间比较长，是慢慢成熟的，所以它积累的营养都比较好，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是这样子的啊。您说到这个品种非常重要，我知道您和您的团队当年研制的这个或者推出的这个叫善优63，对，这个品种从1986年开始到2001年，16年间在全国播种的面积一直保持低。所以我为什么说大部分中国人应该都吃过您和您的团队培育出的这个稻？像我就不用说了，我76年的孩子，南方长大，86年这个开始推广，我正好10岁长身体的时候，到2001年我上大学，大学快毕业了，所以我一定吃过您和您的团队培育出的这个品种。哎呀，谢谢。中国粮食安全背后是几代人的艰辛和付出，所以今天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颗颗看似微小但是却撑起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动力的粮食的故事。谢谢。讲台留给您，请您开讲。谢谢。好，挺高兴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交流。纵观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每一个朝代的兴衰都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唐朝小麦的品种引进，唐朝鼎盛时期小麦种植面积很大而且丰收，所以出现了中国的盛唐时期。唐代之后，尤其是南宋时期，因为水稻大面积的种植，使得社会粮食很充裕。据当时史料记载啊，最多的时候，人均的粮食可以达到700斤。大运河的开通，
使南方呢盛产的大米啊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到北方。所以南宋的时候有一句谚语啊，叫做舒服舒天下住，所以粮食生产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好的品种带来的是社会的繁荣，那我们今天使我们的老百姓大家都吃饱，这是最大的民生。在这里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同学们懂得饿的滋味吗？懂得请举手。我人饿到极端的时候啊，你的口水水稻品种改良两个里程碑，五十年代的矮杆一种和七十年代杂交水稻的一种，因为有好的种子资源，所以我们水稻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七二年代的海南从此接触了杂交水稻。我在海南啊从事研究的时候，正好大瘟病啊大面积发生。大家请看，大家都知道养猪有猪瘟，养鸭有鸭瘟，既然叫瘟多厉害啊，你看这个叶片上的病斑，秧苗期叶片病斑很多，比叶片大瘟更厉害，穗茎大瘟，因为穗的脖子啊有大瘟病了，营养都输送不上去了，所以谷粒都不会结实了。你说我们种稻子种一季辛辛苦苦，最后它受大瘟病的危害，这个损失多惨重啊！正因为我估计到杂交稻不抗病是最大的威胁，所以我立志要培育抗大瘟病的杂交稻。另外我还想除了抗大瘟病以外，我烘产性能不能也超过第一代的杂交稻。水稻产量的三个关键因素，有效穗数、穗粒数和粒重，我的突破口我选择了精加粒重。第一个目标抗大瘟病，第二个目标大粒，根据这两个目标我找到 IR30 和硅630，一个是亚洲的，一个是南美洲的，利用这样的适当的地理演员来选育新的恢复品种。两个品种杂交以后，后代 F2 代 F3 代隔代啊都有分离，有的会像它的户本，有的会像它的母本，有的是介于它的中间状态。那我们的品种像它户本的我们要不要呢？当然不要了。
像他母本的呢，我们已经有了。那好，我就要在他的后代当中，就是先集中户本和母本优势的丹珠。优势的丹珠，我专门种了一个小丘，大概有5000株左右。行种的时候啊，我们课题组四个人啊，大家在停经讨论，选这个丹珠好不好，选那个丹珠好不好，认为比较好的我们都给它拔起来，最后呢把所有停经选出来的丹珠啊排成一排，大家呢再来选择，最后接选了36个丹珠。我在当时3名了5个县稻瘟病最重的地方，每一年都把这些材料啊，这36个丹珠种在这5个地方。这个还不够，我还要把这些材料再找到啊，稻瘟病发病最重的地方，把找到割掉。中间旱波，水稻本来在水田嘛，你通过这样旱波在旱地上种，就更增加了稻瘟病啊的压力。加上呢，我把这个许多感染稻瘟病的水稻的叶片切碎拿来洗，把它的稻瘟病的孢子啊，这个洗在水里，再去喷，周围又都是感病的材料，这样子啊，高压再加高压。今年这一个材料在这5个点表现不错，明年在这5个点又表现不错，所以啊，通过这样稻瘟病病期的鉴定，最终呢，选到的个体就比较抗稻瘟病了。最终到 F6 代的时候，看中3个单株，其中 E6 这个单株，它的扎种一代，车交的扎种一代，结实率最高，达到啊89.9%，这就使我呢满怀信心的，啊，把这个抗病优势又大的这个单株啊，定名明辉63，利用明辉63配成了杂交水稻3U63。1981年，我3U63一成以后，我写出了总结报告。当年的全国会议，我当面递给袁隆平，袁隆平老师一看，好啊，小谢，哎不，他还是叫我老谢，老谢很好啊。哎呀，我听了非常高兴，我马上就接着问，那袁老师，我明年参加全国的试验行吗？好，行，明年就参加全国试验。82年开始，2年的晚稻试验，又经历了2年的中稻试验，尤其在2年中稻试验，平均亩产量达到多少啊？平均接近600公斤，比第一代杂交水稻增产了将近90公斤的产量。84年审定了，86年啊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品种。86年，尹老师第一次到福建，一见面就说了：“老谢，祝贺你，3U63已经是全国最大面积的品种了。”哎呀，我当时听了实在高兴。3U63从1986年到2001年，连续16年是中国最大面积的水稻品种。它一个品种种了11亩，南方稻区啊10几个省市区都是以它作为主栽品种，10多年。都没听过说因为稻瘟病造成损失，增产了700亿公斤的粮食，为我们中国增产粮食做出了贡献。那粮食生产主要一个因素就是种子，所以我们引进好的品种，创新好的种子，对我们国家来讲呢，我们的粮食安全就更有保障。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
不是最早，但是我们成功和应用生产最早。进入80年代以后，因为有好的种子资源、优良的种子和种苗，中国杂交水稻啊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我们呢粮食大幅度的增产提高，大家也就吃饱饭了。那我们展望今天，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我们必须要有好的种子资源。如果好的种子资源掌握在人家的手上，那我们呢就会显得很被动。一，我们不可能创新更好的品种；二，你要有求于人，那这就成了卡脖子的大事了。为了保证我们今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主要农副产品的供给，我们一定要打好种业方针仗。这个种业方针仗怎么打？首先要确定我们的一种目标，把丰产性、抗性、优质性和广适应性这四性综合了较高水平上的品种才是超级品种。我刚才讲到水稻是植物，那还有动物，猪鸡牛羊，不论动物植物微生物，就要开展四性综合一种，这样的品种在生产上老百姓喜欢种啊，高产优质，效益高，消费者喜欢，因为它质量好，好吃，因为它抗病下的农药啊也比较少，不但农民高兴，消费者更高兴，对我们国家来讲呢，我们的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就更有保障。我们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农业，要加强对种子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发掘新的有利的基因，利用我们制度的优势、我们人才的优势和我们整个种业的发展呢、紧密的结合起来，在协同创新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一种技术、一种效率，掌握优良的种子资源，才能够培出优良的品种。粮食太重要了，我们中国人今天能够丰衣足食是来得多么不容易。植物它的生命周期很长啊，它受大自然的制约啊，一阵风一阵雨啊都关系到农业的生产。我们手机这个 IT 产业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一直生啊？它根本不受大自然的气候影响，它什么时候四季在室内都可以，所以它的四季水平啊一代更换一代多快啊。所以农业科技要发展，要保证粮食生产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我相信今后一定会有很多同志会出很多的领军人才，会逃生于农业科研，为中国的种业打好翻身仗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谢谢，谢谢谢院士，谢谢您，谢谢谢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大家，请坐。刚才听完开讲，我在想，您和您的团队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这种科学的精神，这种探索的精神，就是一份初心，就最早扎根在自己。甚至是童年幼小的心灵里的一个愿望。对，难得的就是在今天已经丰衣足食的年代，您的这份初心没有变。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观众朋友也是写了好多小纸条问题，有一些观众就没有提问，他们发表的就是感慨，
说哎呦，原来每一碗米饭如此珍贵。然后也有的年轻人在纸条上写着珍惜粮食，人人有责。我想可能这就是今天我们听完这个开讲，尽管可能我们仍然搞不懂杂交水稻当中那么复杂的这些科学原理，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了粒粒皆辛苦。我选择了其中一些观众的问题。谢院士您好，我是东北人，目前在北京上学，总觉得北京的米饭没有家里的好吃，不够香甜。您走过祖国那么多田野，吃过那么多地方不同的稻米，哪儿的大米最好吃？家乡的稻米都是最好的。现在啊，这个很多人问我，我买的也是东北米啊，怎么不好吃呢？怎么不东北呢？大家知道，今年收的米，收了谷子碾前的米是最好吃的。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啊，变成陈米了，那口感啊就要差得多了。尤其北方的梗米的陈化比南方的新米还快一点。那我现在的新的一种方向是什么？我要一层耐储存的大米，也就是说常温下一般这样的保管2年到3年要基本不陈化。我也听说现在很多这个储存粮食的企业研发高科技保持它这个粮仓里的湿度温度，但是那样一来成本就太高了。对的，所以您要研究的就是在常规储存条件下不加物理方式，对，也能保持2到3年。哎，太好。接下来四位青年代表来。谢院士好，撒老师好。我发现啊，就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前辈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身板特别硬朗，精神特别矍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是因为经常面朝黄土背朝天，吸取了很多天地精华呢，还是你们有一些独特的养生秘诀呢？我想我最好的养生之道啊，就是走向田间。为什么呢？走向田间晒的是太阳，流了汗，眼睛所看到都是绿色的世界，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第二个，作为生活，我也喜欢运动，因为我经常下田，所以我的腰椎间伸，颈椎间伸，早上一下田啊，裤脚都湿湿的，所以我的关节炎很严重，所以我每天都做有保健操，将近半个小时，自己编的。自己编的？对。您给我们透露一个动作，您自己编的体操。好比一个，我这个甩手啊，很有技术含量。这个胸啊，是不是啊？还有呢，两手叉腰啊，左右摇一摇，前后摇一摇，是不是啊？人家跳三步的话，我这个走三步也很好嘛，是不是？这个对我的腰啊，这个锻炼的很好，啊！现在的年轻的同志，我希望你们就是要注意锻炼，动起来。体育锻炼啊，锻炼人的体质，还要锻炼人的敏感性啊。我跟大家讲啊，我第一次啊，我在田埂上走，我脚步很快啊。老远看不见，走近了才看到蛇已经游到田埂中间了。可是我这个脚啊，收不住了。我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它的蛇头就翻过来，就咬我的脚盘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我哪来的力气，哪来的爆发力，会从地上啊弹起来，啊的一声叫得非常凄惨。所以您叫了一声啊，您就这个把我前面的同志、后面的同志都吓坏了。啊，干什么？我那个沙发就会从地上这样弹起来，躺在田里。我估计那条蛇回去啊，跟同伴也说，我今天碰到一老爷子踩我一脚，他自己叫，我还没叫呢，他叫的比我还凄惨。还有一个，就讲到体育的基本功，真不容易。我有一次在正在槟榔树，槟榔树下有一个小田埂，我走到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听到虎
呼呼的声音，马上反应脚下就是一条眼镜蛇。你怎么老不认识？不过海南那边就在那一山呐、啊，还是那条。我啊，马上收腹，这一步脚就收回来了。假如说我那一脚啊，我的重心没有收回来，那一脚踩下去，又是一条蛇受伤。那可不是一条蛇受伤了，那个时候不要说我跑到医院。那就我能不能跑回驻地都是一个问题。眼镜蛇是剧毒，冰上铁里就只有几头猪，谁来救你啊？啊，所以你说体锻炼好不好，人会反应更敏感一点，在关键的时候说不定就救你的命啊。你再让谢院士讲下去，他还有第三条蛇的故事。但是大家可能听着听着觉得很好玩，这是他们真实的工作环境，一点儿都不夸张。是的，非常谢谢谢院士分享田间趣事，然后也希望您一直永葆健康的身躯，充满活力。感谢感谢你的关心，好，谢谢。然后另外今天我也特别的激动，因为我真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干饭人，是个米饭狂魔。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白米饭，然后呢大概在我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自己搬了一个小板凳到那个冰箱去，打开冰箱偷吃冰箱里的白米饭，然后就被我爸给抓包发现了，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但是就还是没有改变我对米饭的热爱。哎呦喂，我要有这样的孩子多好养活，不用给他买菜。但是我现在也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呢，就是不啊，是的，就是有点不敢轻易的去吃很多米饭了，因为我们知道米饭是碳水嘛，我们的普遍观念里面就会觉得碳水就会发胖，所以我想问问谢院士，你怎么看待现在许多年轻人谈碳水色变这个问题呢？我的一个观点，不是修长的身材就是美，不对，不是每个人不同，应该首先第一，健康的体魄才是美。第二，保持好的生活习惯，啊，这个适当的控制自己是应该的，适当的营养，适当的掌握你自己的口感，你喜欢吃的东西肯定是你身体的需求，但是要有科学的态度对待，太放肆那不行，都不吃也不行。第三，要适当的运动，吃进去能量积累也没消化没去运动那不行。好的生活方式一定不是某一个方面可以创造的，你光靠节食不是健康美，如果你能够运动让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身体有进有出，这才是最健康的方式。谢谢谢院士和萨老师。下一位来。谢院士好，萨老师好。你好。相信录了这么久大家也饿了吧，我在上台之前呢做了一锅米饭想让大家尝一下。真的吗？真的。在萨老师和谢院士品尝的过程当中、我是有问题的，这个米的味道如何，在哪里种出来的？在地里，在地里。你是问在什么区域是吧？对，在品尝。怎么品尝呢？稍微拨动一下，用了鼻子深深的吸一下，哎，先闻它的香味，然后啊再看一看这些米生长的过程当中中间会不会裂开，会裂开来就不太好了，所以这个米饭呢你看一粒一粒的没有裂开，没有裂纹，很好。那我告诉一下大家吧，大家现在所吃的米饭呢，它的水稻叫海水稻，它是种植在青岛城阳盐碱地稻作改良示范基地上。2018年呢，袁院士亲自挑选了秧苗，传递下去，
种植在了大田当中。哇，袁爷爷每次来我们中心进行这个水稻的指导，然后选育的指导，他就会说我的水鞋在哪里啊，我要下田去看，我要看一看每个材料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们当时就特别的震惊，这么一位慈祥老人，他能亲自到田间去辅助我们进行这个水稻的选育。我觉得他的这种科研精神非常的震撼，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我们应该学习袁隆平先生那种科学的态度，那种艰苦的探索的精神，最后他才能勇攀高峰，使杂交水稻这种优势的利用变成现实，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世界领先。我们国家有大约是15亿亩的这个盐碱地，那能用于改造的呢，其实有2到3亿亩。我们中心呢也是计划在5到10年之内为国家增加1亿亩的良田，那么它每年就会增产300亿公斤的粮食，可以多养活8000万的人口。那谢院士，我想说，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育种工作者。每一个育种新方向的尝试呢，也都是这个像是突破了这个水稻行业的这个天花板。谢院士，您在育成了那么多明星品种之后，会在以后哪一些方面进行水稻这个天花板的突破呢？这个我们几方面的突破，一个你刚才所讲的海水稻不是用海水来种稻，对，也不是在海里种稻而是呢比较耐盐碱，耐盐碱品种的选育是非常重要，今后也是我们增产的一个很主要方面。不单是水稻，今后我们旱地作物也要选育耐盐碱的，包括这个小麦这个玉米一些其他杂粮都很需要，以满足这个盐碱地的种植的需求。所以为了粮食的安全，我们应该多途径去努力。我们不但要让大家吃饱，现在要吃好，还要吃出健康。怎么样吃出健康？糖尿病人他吃大米饭很快血糖升高，那我们就想，我能不能通过一种的手段，我一层的水稻大家吃了以后，小肠还没吸收它就能够早一点排掉，这个叫做功能稻米。我们现在也把这个列入研究，我们研究了10多年，现在呢能够拿出来的呢，主要是米质太差太粗糙了，所以还不到成果成熟的时候。功能大米是今后我们的一种目标，我相信在大家努力下，今后这个目标会实现的。谢谢谢院士。谢谢谢谢，也祝愿你们研究的这个耐盐碱的海水稻能够更早更快的被更多的人感受到。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谢院士、赛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农业相关专业的博士生，主要从事这个水稻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到今天其实还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和农学有一些偏见吧，也就是，他们就觉得，你看，不就是种地吗？干嘛为什么还要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攻读一个博士学位呢？还有比如像之前我引以为傲的向我对象去介绍我的这个实验田，哇，我这时候这我们种的水稻多好多好，但在他的眼里觉得这可是北京这可北京三环
这么贵的地您就用来种小麦种水稻吗？三环边农科院那一片试验田。对对对，很多人都会在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嘛，我都会给他们解释到，其实农学发展到现在已经和其他的这种生物科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就是我们的实验场地是在田间，我们做的一些研究的对象生长周期比较长罢了。发展到现在啊，农学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学科。老师，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如何呢去将我们这些学科上的现代化真正转化成为这些农业现代化。好，我认为你现在的岗位很重要，我很羡慕。为什么？今后我们的突破在哪里？就是要创新种植，利用分子生物学的办法去寻找最有利的基因。我们农业科技要发展，种业要发展，要有好的种子。什么是好的种子？就是它能够抗恶劣环境，能够有很好的优质抗性的基因，那我们要把它化解出来。这有利的基因找到以后啊，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现代的手段把它基因再用于种子的创新。我们创新出好的种子，把老祖宗把大自然留下了这些难得的好的基因给它保留下来，并且把它发掘出来，应用于我们现在的种业，提升我们的一种水平。正因为这样子，你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也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挖掘这些明星基因，这些优秀的基因，然后把中国种业搞上去。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撒老师。今天袁老、谢院士这一代科学家把更多的希望放到了年轻人的身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为的仍然还是这个共同的梦。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去研究农业或者是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不浪费自己吃的每一粒米，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做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一颗好的种子。